州立大学，大家都很好看，我怕去那边很尴尬。有办法跟外国人沟通？那不然我。哎，现在是什么状态？我是什么状况啊 ？Blackpink 等级啦。怎么样？给吓到？我没有看过他长这样。得了，现在真的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。我边称赞。I'd run 1,000 miles if I could run with you. And from what I have heard, you do the same thing too. 一起上学吧！今天要干嘛？今天又是我们 Koi 九的素人大改造计划，我就是在 IG 呢大量的征稿，问有没有同学想被我们改造，然后找到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女同学来给我们改造。今天在我们女主角登场之前呢，我们先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的家长会。跳是没错，影片最后呢会送出100瓶。金盏花化妆水，只要报名就可以获得哦，前一百位，只有前一百位，不要错过哦，记得看到最后。接下来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女主角 Uni。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Uni， 我今年刚从高中毕业，然后我要去加州读大学。哇，去加州读大学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会想来报名我们这个改造计划？因为我觉得在 IG 上看，然后那些出国的同学，大家都很好看，光鲜亮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怕去那边很尴尬。其实那种在国外读书也都会穿这种风格，你蛮有那个味道的。对，只是你都不化妆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化妆，你完全没化过妆，除了在台上演戏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化那种舞台妆。嗯，哦，所以除了除此以外都没化妆。对啊。会想要学习化妆吗？还是？我觉得要学简单的。那会保养？不太会。你的五官是好看的，因为你太白了，会有那个雀斑。现在流行雀斑。雀斑妆。对，雀斑妆。今天呢，会找专业来帮你直接改造，从头发到你的脚，全部这样子改造起来，这样子。I'm sick of lying here all alone and nearly sleepless at night. I'm honest. It's boring. 1,000,000 demons surrounding me, picking up fight. It's toxic.我待会你要进行烫头发，我们在你烫头发之前想先来帮你戴隐形眼镜跟一个洗脸的部分。那你今天有戴过隐形眼镜吗？有自己戴的吗？我自己戴的，但戴很久。这样，然后眼睛看着我真的很久没戴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看着它。对，这个是那个眼睛要不要撑开一点？老实说，每次看大家戴隐形眼镜，我觉得很神奇。加油！还没好，他以为进去了。我也好紧张，他以为进去了。你一定要撑到这么大，然后放进去。还没有，眼球不要动，手放开。你好像没对准，没有，他没对准。放进去了，加油！放进去了，耶！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说一下。应该没有异物感，对不对？还好，没有。有了，好了，成功。耶！然后你先用清水稍微冲脸一下。我们现在就是不小心忘了在洗面乳，不过我们等一下会就是请造型师帮你弄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刚没有用就是洗面乳洗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法宝，好，可以拿出我们小法宝。哆啦 A 梦。我们契合是金盏花化妆水，网络上最火的就是它的湿敷，有时候泛红啊，什么肌肤不稳定的时候也很有用。你其实买一罐化妆水就够，因为如果你不常化妆的话，你用化妆水就够。我们可以湿敷个3分钟，然后再帮你贴一贴，有吗？而且这敷完之后，我觉得皮肤其实会变亮，因为你肌肤吸饱水了，它就会自然的透出一种亮。我之前真的超爱用这包，所以我知道今天家长会是他的时候，我超开心的。现在来撕开哦，来哦，见证者。哎，我看到，它这里原本真的超红的，现在直接退掉了。哇！然后我撕掉的时候会顺便再把它这样就带过一遍。你就整个脸都，不得不说真的差很多哎。可是他鼻子这里刚没敷到地方就还是有点红，可是脸颊真的有差异。那这瓶金盏花化妆水，除了我们刚刚帮 Uni 就是湿敷完可以明显看得到泛红改善之外，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就是为了他的痘痘粉刺很严重，然后去买这一瓶，然后后来真的就用完之后，他就说真的很厉害，然后我才开始入坑这一瓶的。还有什么出油的状况，就是这一瓶都可以湿敷呢，只要3分钟就能搞定。可是你还是要每天长期下来，不可能一天就不可能东西马上用就对对对，没错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带你进我们今天的发廊跟 Patch， 然后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造型师要帮你改造，你期待吗？非常期待。你这个期待的感觉非常。
天最厉害。Austin， 欢迎 Austin。最厉害造型师。嗨，我是 Crouch Austin。专长什么项目？女生或者男生？我是烫卷跟方根烫。哦，那刚好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宾是不是就是有这个需求？对，而且他自然卷有点严重。对，我觉得长度不要变吧。因为说我矫正完之后，应该说擦长度如果维持这样的话，比较会有做一些卷度的东西。我说剪太短，可能就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做造型，就是想问会走向什么样的风格？韩系，我想校园韩系吧。那你这样去加州，你有准备什么？压力很大，要考很多英文老师，对不对？有办法跟外国人沟通？我觉得那不然。你有常常被客人搭讪吗？应该还好。你在路上被搭讪吗？你单身吗？刚才问，大家可以来找帅哥洗头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还特别请到了这个彩妆师，就是非常大阵啊，蛮干燥。那我们现在彩妆师也到，那我们想访问一下，你会把它画什么样的妆容？应该会偏自然感，欧轻欧美。哦，轻欧美，应该会保留一点它的原始雀斑感，所以应该做成。现在很流行这种雀斑妆。哎，现在是什么状态？我是在什么状况 ？Play Pink 等级啦、啊，你要去美国推广我频道。对，哎、欸，他刚刚那一动作，你头上有天，你头上有天体在转。提样这边的用意是，就是你看外国人，他就是眉骨突出，然后眼有点特，就是有点把它画出那骨头的形状。你喜欢你自己的雀斑吗？喜欢喜欢。哦，雀斑很可爱，超好看。其实我觉得化妆是一件最难的事情，化妆来说，因为你要画两边都要对称，真的是。而且图明老师说是毛流感，所以他必须要一根一根的那个自然的感觉都要呈现出来。从来到现在，一直都被服务的感觉是什么心情？哎，他的卷是那种比较大的卷还是比较小的卷？大的卷，然后比较偏法式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今天的妆比较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图明老师要帮他画眼妆了，因为要走一点慵懒感，所以慵懒感我们关键就是都不要太刻意，对，都是柔柔的，整个眼神要柔柔的，所以如果用眼线就很，你不知道他一边眼睛已经变大，整个不一样。来 ，Uni 问一下，目前你的妆已经画的差不多一个段落，然后头发也一个在收尾的阶段，你现在有什么感想？很不一样。从今以后，你回去会开始想要学化妆吗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同学，你要不要来看一下他现在的样子？脸，看一下他的脸，怎么样？没吓到？我没有看过他长这样，没有看过他长这样，好真实哦。你可以就大概说一下哪些地方不一样？以前长得比较随便，哈哈哈哈哈，他真是有。好，现在呢就是头发吹完，我跟你讲不得了，现在真的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。我边称赞。I'd run a thousand miles if I could run with you. And from what I have heard, you do the same thing too.Uni 已经从头到脚，头发、妆容都被我们改造完了，对，改造完毕。你有没有什么改造完的心得？很累，很累，很累。除了很累之外，从早上把它弄到晚上，变漂亮真的不容易。除了很累之外呢？
很不一样。你这样子很适合走在那个美国校园了，现在。对，真的。你就拿个课本在那边走，然后头发那边飘。那我们今天的素人大改造计划也到这边结束了，你们觉得改造有没有成功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没错。那影片的最后呢，也要来公布我们这次的家长会 Kills 的体验活动参加规则了。Kills 明星商品金盏花植物精华化妆水即将号召100位粉丝，我们直接送你正货一瓶哟！只要填写完表单问卷，前100名呢就能获得金盏花正货直接送到你家，还不赶快去填？不止这样，凡是获得我们试用资格的粉丝们，只要在 IG PO 上我们的贴文分享 ，Kills 将于8月15号抽出5位幸运儿，可以获得我们的金盏花系列的人气商品哦。那活动详情资讯可以限资讯栏或者是官方 IG。最后呢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快点去填表单，快点吧，拿礼物，快点拿赠货送你家。然后下次想看我们改造什么样的生物，赶快留言。拜拜，拜拜。我先去留言了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拜拜，先抢一瓶，准备 ，OK， 好开心。可以跟他收钱吗？刚我们公司那个网站很边的。我可以问一个问题。你的头有魔法油之类的？没有啊。没有魔法油，没有打蜡。我去打蜡。是真的。